手游酷玩。哎呀，哎，小坚果，快传球啊，快传球！哟，走，打五球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坑这么深，足球拿不出来喽。哎，小坚果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想想。往坑里倒水，让足球浮起来不就行了？荒郊野外的，哪有这么多的水呀？哎呀，我们可以往坑里尿尿呀。嘿。第二天，哎呦，快传球啊，快传球啊！动脑筋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